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叫上帝，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。那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边拍开场呢？邮局在旁边而已。那因为今天晚上是除夕夜，必须要包红包。那我决定今年啊，包一个大包的红包给我妈，所以我等一下在邮局领10万块。对，没有错。今天我的影片呢，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我平常，不是平常，靠北，讲得好像平常就在包红包一样。我平常是怎么样？这里好吵哦，我们先领钱，等一下再讲。领钱的时间到了，各位，一次只能领2万哦，可以领5万吗？哦，最高金额2万啊，20、100、1000万，那我要领很多次哎。屏幕需要100元钞，请按换钞键。啊，帮我们换一下100元钞好了。今天晚上的红包争夺战有点精彩。有听到这个声音吗，各位？噔噔噔噔噔，钱的声音，出钞口，快点把钱给我交出来。继续交易。各位，这就是金钱的力量。好像不是新钞哎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车上哦。那我们刚刚去领钱。哦，我怎么没办法展开的那么帅？有没有？这里有10万块。对，就是差不多这么厚，10万块就差不多这么厚啊，跟我的鸡鸡一样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然后刚刚下车去买了一个红包袋，我们先要把这个红包做分装。我小时候啊，都很爱闻那个红包的味道。好的，我觉得红包的味道超级香。可是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，我就只想吐，因为我就要负责包红包。妈的！已经长大到不能领红包的年纪，还要包红包给人家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来包我们的红包。等一下，我瞧一下镜头。那去年我是包3万块给我妈，那今年我觉得应该也是3万吧，因为我真的没有赚到特别多的钱。那我们先分装我们的红包。来哦，我跟你讲，会算钱的人都怎么算钱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他们会沾一下口水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好，这边就是3万，我们再复点一次。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。哎，少一张，靠呗。不会吧？还是我们算错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又多一张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这个钱放进去，反正多一张少一张应该没差吧。这个3万块呢，就是我妈的红包钱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那么多钱啊，我的心好痛哦。不过妈妈把我养育长大，她都没有在喊了，她都没有在说什么了。那这点钱孝顺是应该的。那我们继续包下一个。我妹他们的话，我应该是跟他们玩一个游戏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分装。我觉得玩游戏可以省下的钱比较多，等一下各位就知道是什么游戏了。那我们这边现在第一个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，我们第一个红包袋呢，我们就装6000块，这个6000块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红包袋我们就是减少嘛，第二个红包袋就是装2000块。哦，应该说要有2个6000块，这样才公平。3、4、5、6，OK， 这样6000块，2个6000块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装2个2000块。原来包钱给人家是这么心痛的事情哦。我以前拿到红包袋都很开心，现在拿到红包袋都很想，哎，算了，还自己花钱去买红包袋。以前都不用花钱买红包袋，长辈会拿给你。但是现在你连包钱给别人，你都还要再自己花钱买袋子去包给别人。OK， 2个2000块装好了，再装2个1000块。
1000块，这是1000块。OK， 那两个1000块装完之后呢，再装两个200块。我觉得哈，今年你如果抽到这个200块，那真的是你自己运气的问题了哈。米虫跟包子啊，我刚看到一个妹子，那这边就是6000、6000、2000、2000，然后1000、1000，然后200、200这样。那等一下就会拿这些红包跟他们玩游戏。那接下来还剩这些钱，我们要怎么运用他们呢？啊，对啦对啦，突然想到，还有阿公阿嬷，阿公阿嬷也是要包。那阿公阿嬷从我出生到现在，他们都一直有包这个红包给我。那我觉得给他们包个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000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阿公阿嬷就给他包个6000块，尽个孝道。阿公阿嬷就6000块，我已经极限了，我快没钱了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这些还剩多少钱呢？我们来算一下，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、7000、8000、9000、10000、12000、13000、14000、15000、16000、17000、18000、19000、19000、20000、21000、22000、23000、24000、25000、26000、27000、28000、29000、30000、31000、32000、35000、36000。哎，我少领一个20000啊，这边没有100000，靠北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家再打算。我们先开车回家，因为还要拜拜。我妈已经在骂我，她刚刚已经打电话给我说，我到底是要回家了没？OK， 我们先开车回家。OK， 那我们已经到这个我阿嬷家了。对，没有错。那我们准备这些红包呢，等一下就是要包给他们。我先进去，让各位看一下我的阿公阿嬷，顺便让我未来的女朋友可以认识一下他们。阿公阿嬷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要吃饭，阿哥我嘛是爱先翕影片趁钱。有好食无？吃饭啊！阿公只在乎我们吃饭，我想这就是家人。阿嬷，喂，阿嬷，你哪只水？我哪会水歹啊？你后世人做我的某好不好？阿公做听到。三百，我袂讲话。我妈还是一样老。哦，来来来，你阿嬷三米，哎，你画质很好。我画质很好。为什么现在要讨论画质的问题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有想要红包吗？有啦，有。这红包很厚哦，这里有快10万块。来，我们先吃饭。啊，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菜色，非常的丰富。阿嬷啊，对着镜头跟大家说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大家快乐，恭喜。阿公瓦力。这个是我弟弟。哎，你真的很早安美之城哎。你很不知悔改，滋滋滋！你怎么长得那么像滋滋滋啊？哎，不对，我记得他好像他爸妈确诊了。你不要靠近我！我妹在装饭，过年来阿妈家，我最期待就是打开这个，反正就是装糖果的那个，这是老人会吃的糖果，完全没有什么汉堡糖什么之类的。我阿妈的嗓子有点大，各位抱歉。懵啊！各位，我现在要准备吃团圆饭。阿公吃得很认真啊，那大家准备开吃。那为什么我刚刚会说这个饭局很危险呢？因为刚刚我舅妈他们有确诊，然后他们刚吃完，现在换我们吃。然后我妹妹，对，现在就这个蜜虫，她感冒。这一桌菜里面很精彩，就是然后 COVID-19 还有那个流感病毒直接在这一桌菜里面这样肆意的蔓延，没错。我相信我会平安无事的，各位。如果我没有更新影片的话，各位，我应该就确诊了。刚刚我跟我阿妈在聊天，我阿妈跟我讨论说马的鸡鸡比较长。阿妈，你还没跟我讲为什么马的人比较长？我哪知？你头头明明就讲伊的比较长，阿马的跟阿公的都一个比较长。喂，安尼阿妈，我问你，你细汉跟我洗过身躯吼？嘿，阿我的有长无？无。哎呦，分红包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厉害！厉害！阿公包啊，最好你，阿公包啊，最好你。我知，你红包也无找我，去找红包我包啦。阿公包偌济，互你来来来，包偌济，阿妈算。我送互你听。来来，哎对，就是安尼专业诶，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0到20。20000块，来阿公包偌济，互你。
糖都来了，给我两包，少一个零。结果没有。好，等一下就轮到我登场了，我妹也在拍片。新年新希望，那因为我今年买房子的关系，再没有太多余的钱包红包给大家，我也没有要玩什么特别的游戏，但是最基本的利益，我觉得还是要有仪式感。你先，我，你跟你妹妹的拿着，啊，讲什么？新年快乐！大声一点啊！新年快乐！啊，越来越小声，大声一点！新年快乐！然后呢？还就这样啊？恭喜发财！然后呢？早生贵子！啊！我突然不知道讲什么。那接下来这一包是你的，新年快乐！然后呢？好啦，你感冒我就不强迫你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，阿公跟阿嬷。阿嬷来。新年快乐！阿嬷声音很甜。你躲在鸡。阿公弟。恭喜发财。啊阿公这个时候就复活了，他刚刚都不讲话，完全不讲话。那我现在帮我摄影的是我妹妹，然后她已经领完她的红包，可以去她的频道看看。哎呦！那今天为了感谢养育我的妈妈，养我养得多辛苦。你们知道我妈妈养我养多辛苦吗？她说我小时候没有办法喝奶，掰不下去，吐不出来。各位，你们现在我的影片，你们可能还没开始包红包给长辈。我跟你们建议啊，等到你们开始包红包第一包，我觉得初始就是1200，就1200，200，然后慢慢的到1200，1200再2000。不要第一年包就包。对，不要包太高，因为我去年包给我妈30000。今年就不能够低于30000，所以呢，应该有一定的厚度，应该有个1公分吧。阿咪，这是属于你的。妈妈辛苦了，我靠妈妈辛苦。阿妈，你卖烤哦。我准备烤。哦，学烤哦。新年快乐。你猜一下，你猜中里面有多少钱的话，也不行，我好像跟他讲过价格了。加码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今天有加码活动，专属小朋友的加码活动。你看一下，你拿到多少钱？1000啊。够吗？不够。好，不够了啊。你拿到多少？2000。够吗？不够啊。啊，你拿到多少？我没有看欸。你的也是2000啊。够吗？不够。今年为了犒赏你们一整年的辛劳，我们今年大大缩减了我们的几率哦。来，这边在场就是3个小朋友，然后摄影师亚麻烦我妈妈，她拿到红包，她应该愿意当摄影师吧？我们的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，来，就4包而已。里面有200、1000、2000、3600，4包，你们拿到3600几率是非常高。谁先拿，猜拳决定。剪刀石头布，烤羊，布，耶。所以你最后选好。那既然要抽，对你就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了。我希望你可以表演滋给我看，因为你有表演的关系，所以等一下有抽到，你有不满意，你可以重抽一次。好，来，你先抽，来啊、哦。没有在那摸的啦，真假的。多少？2000。2000啊、哦，那满意了吗？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再重抽吗？满意吗？满意啊，2000就满意了。那换谁？换谁？换我。换你啊、哦。对。来。这张。好。有点。200块。现在里面剩3600跟200块，精彩2选1哦。看是你笑还是我笑，就看这时候了啊！左边右边，左边啊、哦，左边，200。各位不好意思啊，这个3600，我今年是成功守住了啊！各位，我们今年的这个过年的小游戏就到这边了。那、啊、我们今天的红包包出去包了快10万块啊、哦！那为了奖励我的观众朋友们呢，你们在底下留言啊、哦，按赞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个3600块的红包抽出去啊！如果影片观看有破10万，我们再加嘛。那今天只要有看影片的，在底下留言按赞，就可以有机会抽到这3600的红包。那记得订阅，打开小铃铛点一点。谢谢大家黄帝，我的影片让你有眼看不腻。那我们下回见啦，大家拜拜。